各位好，欢迎收看由江苏城视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视频会。大家好，我是聂琪。最近重庆西南大学的叶小亚老师被网友称为了史上最好老师，原来是因为1月6号班主任叶老师监考完之后，竟然从包里掏出了一沓红包，挨个发给班上的每一个同学们。同学们打开红包一看，里边装的都是一张百元大钞，而且都是连号的，一人一百，班上有55名学生全有份儿。这花了他一个多月的工资。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叶老师说他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看了，过年给一个红包很正常。另外他想通过这种方式鼓励和教育孩子，让同学们学会感恩和团结。其实要我看，这个红包里装的不仅仅是钱，更是老师满满的爱和对同学们的期待。也希望大家千万不要辜负叶老师的期待。